的翁玉君。那来上届的麦花香，我们的玉君上台好不好？感谢，感谢。现场所有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，第一首歌先来带来我的首张专辑《Go Go Go》，送给你们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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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想说啊，嗨呀，那里落雨啊呢？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还在紧张的时候，下一秒钟南部的朋友讯号那个讯息就来了，他说：“哦，高雄天气超好哎，这样子，哇，那个马上心就安定下来了，太好了。”好，我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超级红人榜的翁玉君，非常高兴，很谢谢我们。李理想的邀请啊，希望吼今仔带来歌曲大家喜欢。啊，再来这首歌吼，我稍微放心一点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首歌吼，我要下去跟大家互动啊。因为下面的很多朋友，其实你们都很会唱歌，所以呢，蛋姐吼，我也是麦克拄好你，啊，你爱帮我唱一个哦，会使吗？拢无人讲，哎呦，真的吗？啊，你花大声，你敢知道我要唱什么歌？唔知吼，那大家拢惊，拢唔敢讲话。好啦，这首歌吼是一个组曲，那这个今天晚上这些歌曲，各来你所来听的这三首歌吼，都是我们林理长亲自指点的歌曲，伊知影吼，现场所有朋友吼爱听什么歌啦，所以吼，今仔我来带来这首第一摆。我伫外口唱，这首歌有淡薄紧张，不过吼大家做熟悉，《四月望雨》组曲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的观众朋友真的好热情，我们玉君差点走不回来啊！哇，我们赶快让我们玉君回到我们的舞台上，让我们他再让他休息一下嘛。等一下还有精彩的歌曲，小心小心。好，没事没事哦。太。哇，奇迹没给我打哎！玉君，我想过我们高雄前镇的乡亲这么的热情。我沿路起鸡皮疙瘩哎、欸！你是第一次来到前镇吗？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里，第一次来到我们名校里，对的名校里。但是今天我们重点哦，还是玉君接下来要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歌曲啦。是是是，好，我们刚刚这个《四月望雨》是我们里长特别指定的歌曲，然后真的大家都很熟悉，嗯，对，那也很经典啦。就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老歌呢，除了就是长辈们呢可能有很多的回忆之外呢，现在的年轻人也希望能够多多的来把这个老歌呢能够持续的听下去、唱下去。真的，台语老歌有它非常好听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认识，也多多来唱，好不好？没错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玉君精彩的歌声。我们邀请我们闪亮战斗乐带来精彩的伴舞。谢谢老师。
来是我们的闪亮单人舞乐带来精彩的伴舞，谢谢我们这几位美丽的舞者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玉君，那接下来会在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这首歌呢，也是非常经典的。对，然后刚好呢，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朋友一定都会唱，也是会唱，没错，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最近这个消息，大家应该很振奋。对，那大家应该前奏下去，大家早起对调歌啦。是的。所以等你会晓唱，咱做伙唱好唔好？我们来一个现场的大合唱啊！那玉君等下可以再下去跟大家互动一下吗？哦，当然当然，因为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时间跟他们打到招呼。好，但大家记得不要太热情耶，不要把玉君吓到咯。那我们一起跟会唱的就跟我们玉君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欢迎玉君带来这一首。好，江慧儿姐的《设备的嗨花》送给你们。再次感谢我们李议长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李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来，大家会唱的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大家要唱什么？我的爱花，谁？带来精彩又甜美的歌声，而且两次下台跟大家一起互动，我们是不是在中最热烈的掌声？感谢我们的小邓丽君、翁宇君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安尼女神翁宇君跟我这位好朋友小姐，请你和我爱。
开始。玉米粉，你的 action。见面几落摆，我当作无熟识，心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。邀请我们的孟璇、玉君跟我们的里长一起下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大合影哈。